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啊，中原地产豪景分行的 Queen。咁今日带大家睇嘅咧，就系华城新庄啦，一个中层嘅单位。一入到嚟啦，长方形嘅客饭厅，好巨型。左手边正方形曲尺大厨房，睇下个洗手间先。洗手间咧有窗嘅。再睇下啲房间，正方形嘅房间，好好摆位噶。业主咧好贴心，做好晒窗纱嘅，系啦，全部都有。第二间房都系啦，斯斯正正放到落双人床。咁呢个单位咧可以即买即住噶啦，因为咧业主已经豪花300,000装修，咁呢个单位咧讲紧首期咧都唔使100,000。如果大家对呢个单位有兴趣，快啲打电话俾我啊！